从小，我们兄弟就跟妈妈相依为命，家里有争执也是难免的。可是每次只要我没顶嘴，妈妈就会开始唱歌。那你哦，只会看电视啦，你就看滴滴啊，滴滴每次都这样认真写功课，我就看你在看电视。啊，你很奇怪呢，你干嘛不像滴滴这样一直念书哈，一直看电视，考不上大学，我在工作，你还说我挡到你电视，也不来。好了啦，一直念，走开啦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妈妈做菜非常的辛苦。